现在要教大家怎么样来跳舞，那基本的动作我们先学一下，等一下呢就跟着音乐一起来咯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往右边踩三下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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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快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右脚左脚往前点步，点点点。往外推，往外推，往外推，往外推。好，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将臀部往右边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这三个动作要记得。再来呢，肩袖的部分，我们会学一个动作，往前走，来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开开合合，往后走，一。Thank you.
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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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